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29品经文，这一品经文的题目是愿力宏深第29。这一品经文呢，主要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自行化他的愿力深广。虽然这些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品位有差别，但他们的愿力是没有差别的。菩萨的愿力深广，决定一生成佛。这里的菩萨们，虽然他们在极乐世界，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他方世界的苦难众生。十方世界的众生，如果有哪一个动了求生净土的念头，佛菩萨必定前来帮助你，来成就你，这是大慈大悲，不舍一人。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福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这一段经文就是世尊为菩萨受成佛之际，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么几个词语。一个是所有现在，这个范围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直到十报庄严土的上上品，全都包括在内了，一个不漏。这是所有现在这四个字的含义。未来是指谁呢？未来是指还没有去，但是现在已经真正发心求生净土的众生，我们就包括在这未来这一类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经文未来两个字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十方世界念佛求生净土的众生都在这一句之中，末后就是世尊为这些人受记，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是未来菩萨中的一尊。至于你能不能去，是去得了还是去不了，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看这一句，皆当究竟一生补处。这个一生补处加上究竟二字，就特别标明是原教的一生补处，不是别教，不是通教。加上究竟，决定是原教，这既是受记作佛。看下面一段经文：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唤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五浊恶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阿去，生生之处，常时宿命。这个比较生的词语多一些，我们下面来解释这些个词语。首先看生死界，
生死界就是指六道轮回。做狮子吼是比喻讲经说法。幻大甲胄，这个幻是穿的意思，甲胄是古代战士作战时披在身上的铠甲，在这里是比喻延迟戒律，视线勇猛无畏的德相。五浊恶世，五浊是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劫浊。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五浊的内容。命浊是众生因为烦恼从疾，身心交瘁，寿命短促，这叫命浊。众生浊是世人有恶习，身心不净，不通达义理。烦恼浊是世人贪于爱欲，嗔怒争斗，虚狂不已。见浊是世人知见不正，不行正道，一说纷纭，莫衷一是。劫浊是乱世恶苦时代，饥饿、饥疫、战争等灾难相续而起，生灵涂炭，永无宁日。恶是指众生造十恶业因，故此感此五浊恶世的苦报。这一段经文呢，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修行，这里面也包括前面所讲的现在未来一切菩萨在内，并没有把未来菩萨排除在外，他们也包括在其中。这里面包不包括我们呢？当然包括。为什么？因为在前面佛已经为我们受记了，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下面说大愿，大愿就是效法阿弥陀佛的宏愿，广度一切众生。比如说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得到了殊胜利益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让更多的人受到利益，得到真实的利益，否则就不能报佛恩。佛什么都不要，佛对我们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这一生能往生净土，能把念佛法门普遍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这就是代佛弘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报佛的深恩，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做？我们自己得到利益之后，一定不要忘记了十方世界还有那么多苦难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入生死界，生死界是六道轮回，菩萨到六道里去，就是为众生示范、表演说法，这是做狮子吼。这狮子吼呢，就是比喻说法；换大甲胄，比喻延迟戒律，为众生做榜样、做模范，度化众生。不单要言教，而且要身教。其实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和华严会上的菩萨们一样，
都已经证得了无障碍的法界。普贤行愿品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是里世外世世外入到了这个境界，是任何障碍都没有的。可是菩萨们到六道来示现，还要学着处处有障碍，其实是没有障碍。这是菩萨游戏世间在给众生看的，而且这演戏还要演得逼真，不能露假，这就是身教。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一句不仅是形容菩萨的示现，像普门品里所说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应以恶鬼身得度者，即现恶鬼身而为说法，应以畜生身得度者，即现畜生身而为说法。菩萨是随类化身，没有一定的身相，这就是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佛法贵在气理气机，我们接触广大群众，要想真正的把佛法介绍给他们，并且使其得到利益，首先要学会观机，要有智慧。比如你遇到保守一点的、固执一点的，你对他说法，穿着就朴素一些，举止大方，大方得体，人家一看你像个学佛人的样子，对你很尊敬，他就愿意接近你，听你说法。如果你遇到的是自由派、开放型的，他们看到学佛人，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所以他们就觉得学佛法太约束人，因此他们就不学了。那对于这些思想开放、自由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习活泼泼的大乘。他穿着时髦，你比他更时髦，这样他看了欢喜，他想学佛原来是自在快乐的，学佛不难，他就乐意来学佛了。这样用不同的方式，保守的、自由的、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就都得度了。佛法在世间的运用是活活泼泼的，经云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们看见菩萨随类化身，运用的那么自由自在，所以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得度。如果你当人说鬼话，你度不了人，你当鬼说人话，你又度不了鬼，所以就是见啥人说啥话，这样才能广度众生。而我们自己作为菩萨，则是逢场作戏，无助生心，是表演给别人看的，用意是在利益众生，是纯利他的。因此因地、因人、因事，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这是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佛法是智慧，是高度的智慧，真实的利益，不但自己得真实的利益，也要让一切大众
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学了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应该明了了，我们怎么样能度众生，就是随机说法，不要把佛法学得死板板的，见什么人都说同样的话，那是不行的。这里不说吗？让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一听可能还有点别扭，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当鬼说人话，你能渡鬼吗？你当人说鬼话，你能渡人吗？所以我们要把活泼的佛法学到手中，这样才能有利于我们度化众生。下两句经文，随生五浊恶世，视现同彼。这个五浊恶世是指六道，浊是染浊，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染浊到了极处，特别是心理心灵上的染污尤为严重。这个恶是指恶业，由贪嗔痴三毒引发的无量无边的罪业，身心染浊，广造恶业，你的前途自然可悲，必定堕三恶道。现在虽然还没有去，你已经在三恶道注册了。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念念觉正净，所以我们非去极乐世界不可。因为什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你就不迷了，就不会受染污了，也不再造恶业，你有这种能力了。这种能力是弥陀本愿功德加持的，你无论到哪一道，视现同彼，就是一直到将来成佛都不会再迷惑，不会再起恶念，不会再被染污。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正如李炳南老师说的，要不是愚痴，要不是狂妄，不可能不动心。动什么心？动求生净土的心。如果我们在这一生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愿力再大，还要在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话是说得很好听，在六道里一转眼呢，你就迷惑颠倒了。有的人说，我在六道里照样能度众生。老法师告诉我们，你在六道里轮回，就像刚才说的，一转眼你就迷惑颠倒了。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句话说的一样，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你怎么能谈得上弘法利生呢？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报道，打个转，我们再回来，那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就不再受恶趣的果报。不仅如此，生生之处，常识宿命，虽然是随类化身，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天眼天耳宿命的能力也不再丧失，他都知道。为什么看他好像是不知道呢？他是装作不知道，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因为菩萨们要和众生和光同尘嘛。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
印光大师，一直到晚年才有人知道他老人家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你看他也装作我们世间人一样，而且装得很像，我们现在才了解他是假装的，他不是真的不知道，其实他老人家是样样都知道。我们从迹象上看印光大师的一生，他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而且他给我们示现是这样示现的，他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法，毁谤佛法，造作罪业，他的恶果是什么呢？他的双眼几乎是失明。他给我们示现的是造作恶因必得恶报，他给我们示现是这样的法。这些个都是唱戏，都是表演，哪里是真的？但是他装得很像。印光大师装的没有神通，其实他的神通是太大太大了。你要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你也会假装，这就是平凡中的极不平凡。看下面一段经文：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七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我们看这个词语，涅槃就是涅槃的意思。看下面几句经文：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七国，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弥陀大愿的结归。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目的就在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段经文。所以佛弟子，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必须建立相应的宏愿，来参与赞叹阿弥陀佛化育众生的大业。这是阿弥陀佛了不起的伟大事业，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参与，是我们的荣幸。念佛法门不可思议，所以感到十方一切诸佛的赞叹，一切诸佛协助，每一尊佛都劝众生念阿弥陀佛，学习无量寿经，而且每一尊佛都讲无量寿经。佛不但为我们讲无量寿经，还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诸佛皆念阿弥陀佛，何况我们呢？释迦牟尼佛念佛的时候，身相光明悦狱，阿难是佛的侍者，都从来没有看见过。佛的32相80种好已经是非常庄严的了。佛在念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十方诸佛的加持，相貌
变得格外的好，格外的殊胜。大家要相貌好，爱漂亮，靠化妆美容是没有用的，那是假的。用什么方法？用念佛的方法。念佛能把你的相貌变成32相80种好，因为相随心转嘛，这是真的。你的心变成佛心，你的相貌就变成佛相。我在这里可能不太谦虚，我觉得就是个实际例子。我70多年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得红斑狼疮病以后，脸上身上都是长满了厚厚的起层的那种红斑，当时那个面相是丑陋到了极点。我为什么不出门？因为我怕吓着别人，我自己照镜子一看都觉得吓人，所以我那几年就是在家里猫着。给我治病的教授说，你这个样子病到这种程度，你的命能保住，能多活几年，那就相当不错了。但是呢，老大夫告诉我说，你这么严重的这个红斑是不会掉了的。当时我记着我还和老大夫开玩笑，我说不掉就不掉了吧，反正也不搞对象了，就这么着吧。老大夫说，你的心态真好，一般外貌变得这么个程度，人的精神上是难以承受了。但是我不单承受了，我还把它改变了。现在呢，17、18年过去了，因为当时最严重的时候是2000年嘛，现在17、18年过去了，我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我是那样想的，我现在这个模样呢，算不上漂亮，但是还算说得过去，最起码不吓人了。那怎么变的呢？我真实的告诉大家，念佛变的。因为这么多年我是不能用药的，不能治疗，那你说我的面貌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真是念佛念的。我们大家说现在的美容，这个化妆品呢，副作用都很大，有毒，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孩子们美容化妆，你还现在不觉得怎么样？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副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我劝孩子们，你们要美容化妆，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们为什么不从心理上改变，从体质上改变？学佛就是改变体质，改变心理，从这个地方下手就对了。什么美容效果最佳？清净心、慈悲心，美容的效果是最佳的。现在社会上奇怪的事情很多，尤其是最近几年就更多更严重了。什么怪事儿呢？着魔，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众生附体。现在妖魔鬼怪缠人的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而且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怎么来的？自己感召来的。可能我这样说有很多同修不服气，你怎么说我自己感召的呢？我也没感召他呀。我是这样跟你们解释的，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你感召的，
他怎么偏偏附你的体？老法师对于这个问题曾经讲过多次，心地不清净，魔鬼就附身，因为跟他相应，他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清净，两个一拍即合，是不是这样？你不觉得老法师说的有道理吗？你是真正的念佛人，这些个妖魔鬼怪，他不但不敢惹你，而且他还敬重你，有的还成为你的护法，就是他不来护持你，他也躲得远远的，决定不敢来招惹你，哪里还敢附体？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真正的念佛人，真正的念佛人，你的身体是放光的，你那个长光就比一般人大，那个妖魔鬼怪他看见光他就害怕，他不能靠近你。而且真正的念佛人是十方诸佛所护念的，是一切护法善神所护佑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刚才说，妖魔鬼怪之所以附你的身，是你自己感召来的。怎么感召来的？心不清净感召来的。我说到这里，大家想一想，老法师说的这些，我说的这些，你相信吗？你不相信呢？我每次都是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好好念佛，老实念佛，净念相继。有几个人真的老实念佛了？有几个人做到净念相继了？一出问题了，被附体了，被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时候，就一招，赶快找刘老师，刘老师慈悲，他能救我。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承认我慈悲，我心软，反正我这个慈悲呀，不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了，要不怎么都找我呢？可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也是肉体凡胎呀，我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为了帮助众生解决这个附体的问题，我这样跟你们说，我真的都拼命了，因为我不忍心你们受折磨。凡是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先沟通。那大家想，就像我老师教学生一样，这一个班的学生，他的水平不是一样的，这众生也是这样，有的你一劝说一沟通，他就听明白了，想通了，他就离开了。那也有个别生啊，你怎么沟通他也不听啊，我就是来折腾他，有的直接说我就是来索命的。你说碰见这样的问题，你得劝一次劝两次，甚至五次十次都不止，最后你还劝不动的，那我怎么办？我只好跟他们商量，你离开他，你跟着我行不行？我一般都是到最后，这也是我不得已而采取的一招，因为沟通不了，劝说不动，我要不用这一招，他还继续折腾你。这一点我确实有慈悲心，我不忍心看着你们被折腾，所以就都招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几年为什么我经常受伤，为什么经常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不敢跟我的护法居士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这种做法早已经是气鼓鼓的了，有老大意见了，所以遇到这些情况我都是默默地在做，我不让我的护法居士们知道这种情况。
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些，我不是跟你们诉苦，更不是跟你们邀功，就是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们，目的只有一个，劝大家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希望我的同修们这一生不要空过，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同参道友，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你看那有多好。有些个同修喜欢神通，喜欢他就求神通，把神通求来了，那不是真正的神通，你把妖魔鬼怪都求到你身边了，你自己还不知道。等被这个所谓的神通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曾经多次的劝告大家，千万不要求神通，求神通你求来的麻烦太大了，太难解决了。你们把希望寄在我身上，如果我能解决，我一定尽100%的努力。但是我如实的告诉大家，有些个问题也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那不是我没有慈悲心，是我力所不及。有些个人老说，我念佛功夫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不得力？这个已经多次回答大家这个问题了。我们这样说，老法师把这个问题已经给我们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妄念太多，就是我们有些人想的东西都怪异，我用这个词都很怪异，离奇古怪吧。比如我们说阿弥陀佛希望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这么说，你说有错误吗？没有，阿弥陀佛确实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有人就提出怀疑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口岂不是要爆炸了吗？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大？能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吗？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凡夫在打妄想？打妄想就是不老实，这在干什么？在自作障碍。你自己给自己设计了这么多障碍，你那念佛功夫怎么能得力？他要得力那倒成了怪事儿，不得力是正常现象。对于这样的问题，老法师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西方极乐世界它是法性土。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它和我们地球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的国土有大有小，极乐世界没有大小，它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这回听明白了吧？不是我们的境界所能理解得了的，我们自己入不了那个境界，别人怎么讲你也无法体会，只有亲证才能理解。我现在没有亲证，没有入那个境界，我讲不出来。但是有一条，我对阿弥陀佛说的话没有丝毫的怀疑。我想等机缘成熟了，我自然会亲证的。怎么样能够亲证？老实念佛就是亲证，越念越相应，念到功夫成片是初步的相应，念到一心不乱就见到了。不要说理一心，念到是一心不乱你就见到了，可见这是真实的境界，绝对不是虚妄的。
阿弥陀佛，希望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还有这样一类人，有这样奇怪的想法，大家都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地球上不就是没人了吗？可笑不可笑？大家想一想，大家都念佛，这世界没人种田，岂不是没饭吃？这就是这些提出问题的人他们的担心，他们的操心，你说多不多？老法师说，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是根本不可能，不信你去劝劝看，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听你劝他念佛？你这不是打妄想是什么？这是一种。再一种可能，假设这个世界的人都念佛，这个世界当下就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心想事成，衣食资具随念现前，还用得着有人去种田吗？这回这两个答案我又说了一遍，同学们听明白没有？你以后还提这样的问题吗？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唐朝的时候啊，终南山有一位道宣律师，持戒精严，感得天人供养，他自己不用烧饭，到时候天人就给他送供养来。在同一个时代，做《华严经和论》的李长者传记有这样一个记载，在他写《华严经和论》的时候，有一段很长的时日也是天人供养，他的感应不可思议。他写这个《华严经和论》呢，他想找个清净的地方来写。有一天，他走进深山，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他就跟老虎说：“老虎啊，我要写《华严经》注解，你替我找个清净的地方。”老虎很听话，走在前面给他领路，他就跟在老虎的后面。老虎把他带进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非常理想，石洞很宽敞，像个房子一样，但是里面住着一窝老虎。他去了之后，领他路来的那只老虎就把这个老虎搬家了，就把这个石洞完全倒给了他住。这个石洞的外面有一个小池塘，他住在那里以后，每天有两个女孩子从池塘里出来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为他打扫，供养他文具以及所需要的东西，饮食也为他准备好，早晨来晚上就不见了。这个李长者啊，因为专心的写这个大经的注解，虽然他每天看到两个女孩子在为他服务，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到这个注解完成了，他想对这两个孩子表示一下谢意，但是两个女孩子再也没有来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天人供养，这种感应是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希望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悉令得弥环道，就是希望众生们都得涅槃，而且是大涅槃。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做菩萨者
不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菩萨。在这里做菩萨者，是指他方世界的菩萨，就是四十八愿最后的五愿。佛是为十方世界菩萨们发的，前面所讲的皆是往生七国悉令得弥环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做菩萨者令悉做佛，这是说的四十八愿的最后五愿。看下面两句，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这些人成佛之后转向教授，十方世界有不少诸佛如来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成佛之后立即就以念佛法门教化众生，这叫转向教授。下面看，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佛门常讲转法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样子？这三句经文描绘的非常具体，这就是转法轮。法轮要随时转，时时转，处处转，念念转，就是现代人讲的机会教育。看下面一段经文，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果得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宁为增减。看下面几个词语，依法是依真法界，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这三句经文，这是十方世界中的九法界众生都说尽了，上至菩萨，下至众生。下面两句，生彼佛国得弥环道，彼佛国即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弥环道。下面两句，当作佛者不可胜数，阿弥陀佛所度的众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正大涅槃的成佛的数量无法计算，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正得大涅槃的菩萨，这个数量无可计算。下面几句，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宁为增减。下面我们说说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所以彼佛国中常如一法，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会看到人口增加，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常常到他方佛国度化众生，也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口减少。法性土的世界是不增不减。佛比喻说，如大海一样，所有河流的水都流入大海，海水没有增加。我们听了这个例子，应该听明白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不增不减的，就像大海的水一样。看下面一段经文：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七位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我们看下面的几个词语：八方上下。这个八方是指四方四围，再加上上下，合在一起是十方。佛国无数，是指诸佛国土无量无边，就是指太空中有无量的星系。佛在当时没有说地球是圆的，没有说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但佛讲经时这些意义都包含尽了，所以佛讲我们这个世界也讲十方，东南西北，再加四维，再加上下，这就说明地球是在虚空之中。下面四句经文：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其他诸佛国土不一样的地方。诸佛国土都有成住坏空，诸佛国土的人都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生老病死，也没有成住坏空，是常如一法。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世界。明是光明，极乐世界是他方一切世界所不能比的，所以是最为独胜。不但是胜，而且是独胜，就唯一的，没有第二个。这个胜是殊胜，独是没有相类的。阿弥陀佛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其他一切诸佛国土都比不上？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因为其他诸佛都没有想到这一层，唯独阿弥陀佛想到了，因此他现在的这个境界就如同他所想的一样，所以就扣上了刚才我说的那一句，一切法从心想生，是阿弥陀佛想出来的。下面三句：本七位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这三句经文就是总说德尊普贤，大教缘起，法藏因地，
至心精进，发大誓愿，必成正觉中所讲的因行果德。下面三句，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这三句经文是说，阿弥陀佛的恩德，即使是诸佛如来异口同声的赞叹，也说不尽。阿弥陀佛对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真正是大恩大德。下面三句，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这三句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佛都无法说尽，无法赞叹，何况是我们呢？现在我们信受奉行无量寿经，参与赞叹弥陀大业，帮助一切众生认识西方净土，明了西方净土，接受西方净土，修学西方净土，求生西方净土。我们对于这一品经就没有白学。最后一段非常重要，告诉我们，我们信受无量寿经，参与赞叹弥陀大业，帮助一切众生认识西方净土，明了西方净土，接受西方净土，修学西方净土，求生西方净土。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对于这一品经文就没有白学。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这一品经文讲完了，说说它的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一品经文是说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自行化他的愿力深广。他们虽然品位有差别，但愿力没有差别。如果我们的愿力和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的愿力相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必要条件，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凭证。第二个要点，要把佛法活活泼泼地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让众生切身感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不是可望不可及的，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如来无有定法可说，佛说法是契理契机应机说法，菩萨们是随类化身，把佛法运用的自由自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得度。当人说鬼话，度不了人；当鬼说人话，度不了鬼。见啥人说啥话，才能真正广利众生。希望同学们对这一段话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佛法是智慧，是高度的智慧，真实的利益。不但自己得真实的利益，也要让一切大众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是我们佛陀弟子应该做到的。这一节课的交流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